阿宏中医药电台网址 www.ahontp.tw。阿宏本人制作主持服务。敬请各位网友观赏，每天拜九拜五下晡两点到四点。欢迎收看阿宏无所不谈，只要对事无对人，什么代志拢会当在本节目发表你的这个意见甲看法。感谢网友多多起来发表，多谢多啦。江西的新风变大声，人在输赢，今生的爱情也会无人听。阿免悲伤，阿免着惊，最后才知输赢。各位亲爱阿宏无所不谈，咱这侪侪网友观众，大家午安，大家好。来，咱现场电话台北公里二九七七七一三八，现场电话台北公里二九七七七一三八。那么，咱这个电话依然是活动树林定清的电话台北公里二九七七七一三八。来，咱赶紧来，甲大家吼分享一挂新闻啦吼。来，这个国安密销的这个案件，哦，你就是李登辉前总统，哦，一审的判无罪，那么德政署上诉啊，哦，德政署上诉啊，就是主要是报，哦，这个2013年12月3日早起6点，今日透早6点10分。来发布就对了，这台北报道，前总统李登辉涉国安密销案，台北地院顶个月15日判决李登辉无罪，最高检察署特侦组长啊，赶伫个上诉期限到满进程啊。向法院提起上诉，是安奈安尼？你敢知？是安奈？你敢知？所以吼，即卖政府也好，安怎讲呢？因为伊若提早上诉，即个过去李登辉遮个啦，包括大连党个啦，吼，对不对啦？吼，啊，就无就批啊，批讲个孙安尼啊，
这个啊，国民党诶啦，放纵这个法院啦，安怎啦？吼、哦，啊，李登辉啊，过来甲上诉安怎？都全新闻了了啦。伊特侦组本来就，迄、那个上诉伊诶，这个侦案呢，都拢好势好势伫遐等伊啊，等到尾啊，吼、哦，时间伫要到啊。啊，比如讲明仔载都满，敢是二十天的款啊，对不对？干那我十号天，我就甲这个案我就甲提出来，上诉我就甲提出去啊。你啊看，即马一个迄落人呢，大家都想袂到讲，嗯，上诉啊呢，上诉啊，上诉啊，你要批好啦，互你批偌久，对不对啦？啊？所以孙阿娘，期限届满进前向法院提起上诉。啊，李登辉辩护律师郭立雄希望特侦组适可而止啦，有无？前回判无罪，这个郭立雄就讲啊，讲啊，伊都年纪老迈啦，吼、哦，啊叫伊孙阿娘啊，这个特侦组的吼啊，卖伤过迄款的啦啦。你甲想，律师讲迄种话，叫这个特侦组，卖阁提起上诉，啊，哪有可能的代志？哪有可能的代志啦？好、哦、对不对啦？啊，若到安尼，若要外人都安怎讲？哦，啊，恁都大家去三啊三十一个，哦，啊，这个啊，李登辉这边唔知啊有甲这个特侦组有讲偌济，对不对？啊，满意啊，哦，无上诉啊，你讲对不对啦？即嘛啊，即嘛一个迄落吼，就人要安怎讲就安怎讲啊啦，吼对不对啦？所以孙阿娘，这个李登辉辩护律师郭立雄，伊讲哦，希望讲特侦组适可而止啦，啊，都上诉啊，你要适可而止，对不对啦？伊啊那无哦，浪费司法的这资源啦，啊，当然啦，又看有。有迄、那个迄落啊，恁即个什么李登辉有迄个证据，伊毋知要阁提上诉，你讲对毋对啦？那么，互人感觉讲遗憾啊，当然啊，啊，你都被告这边诶，当然人阁甲阁上诉啊，当然你嘛讲遗憾，吼、哦，对毋对啦？那么，李前总统嘛只好继续捍卫清白啦，吼、哦，对毋对？这是律师讲诶啦，当然啦、啊。那么，你诶办公室的无奈啦，吼、哦，阮哦会面对啦，是毋是安尼？那么李登辉办公室主任王彦军长表示，对这个特侦组的这个做法感觉无奈，袂拢当然啦，人伊有迄权利啊，对毋对？要提出上诉啊。那么阮会面对啦，吼、哦，会处理啦，吼、哦，目前还阁无收到。上诉的这个内容啦，是报纸在写，我嘛唔知道。哦，啊，就等你看伊挂号的上诉的看安怎，啊，阮再搁处理啊，对不对啦？啊，伊上诉的这个理由是毋是安尼？特侦组上诉的理由是啥物货啊？哦，啊，阮再来对迄个理由啊，再来辩护啊，再来辩解啊，本来就是安尼啊。那么将这个了解了后，再回应啦。哦，阿黄拄啊讲就是安尼先啊。吼、哦，那么特侦组伫个讲，李登辉、老太鹰侵占着这个国安密销779万美金呢，779万美金诶、欸，拜托诶、欸，咱台湾人民呐、啊，这若有影诶，这袂少啊，你敢知？啊？那么用来购买台中医办公室，以及着支付着这个相关的这个开销。台北地院顶个月15日判决李登辉无罪，老太鹰被判2年8个月有期徒刑，全案会当阁上诉。那么特侦组认为讲哦，原判决违背着经验法则啦，啊，伊是讲经验法则哩。那么判决理由矛盾，特侦组伫咧讲啊，原判决采信李登辉以总统处理国事犯中为由啊，对国安局用年度
遗传结出呢，伊的这个龟小哦，哎，龟爱龟骨好哩，啊，专栏的这个基金设置不合记忆，哦，伊就讲我唔知啊，我这有虾啊，你就知啊，啊。啊！我这么老迈啊！啊！我这个心脏内面已经接装的孙啊，八九支筋啊，伫内底啊！我拢可能我咧看你啦。我即马头壳嘛老啊，头壳嘛无记忆啊。到底进前我做诶代志，我嘛拢模糊糊啊啦，对不对啦？啊，就较体啊哩。啊，那平常时啊，都无共款啊咯。啊，啊你这个孙啊，恁妈应急啊！啊，你安怎拄安怎啊？吼，对不对啦？你要安怎讲？哦，啊，这个我跟你讲啦，即卖吼人吼拢是安尼啦，偷鸡摸狗就对了啦，啊，所以吼、哦、李登辉就安尼讲啊，你，啊，啊，这个细节我都未记啊，详细我都唔知啊，但是这种这个讲法哦，甲事实不符啦。那么就像早已咧讲啦，因为该笔的这个金额庞大哩。动机相关经费必须要先经总统啊来同意哩。李登辉无可能伊唔知影，唔知影啦，对不对啦？哦，伊即马就讲伊即马老啊啦，记忆歹，我嘛唔知讲我较早做过啥物货啊，对唔对啦？啊。那么郑清楚伊咧讲啦，这个冠状显示的就是讲，伊迄个冠状头啊、甲尾啊，伫个门个啊、甲伫个迄落个啊，甲伊调查就对了，吼、哦，显示当年台中医有大笔的这个资金需求啦，加上你的目前，吼、哦，啊，佫是台中医院务的这个董事长，因查某囝为副院长，合理推论啊，李登辉当时知影台中院有资金，而且个缺口就对，欠就对了。那么足以成为犯罪动机之一的，伊是来讲动机之一的，还佫有其他的吼、哦。那么特侦组认为讲哦，原判决无综合到前国安局会计长徐炳强伊的这个证词，被告刘太英佮李登辉的这个历史讲法。干那吼，结出徐炳强伫个原审的这个证，伫个讲啦吼。那么为什么无法度通确定讲李登辉是毋是事先知影片段的这个言语啦？以及着李登辉吼，无伫个企业的这个备忘录顶头签名确认，就认定专案。甲你也无关系啦，对唔对啦？有诶人嘛安尼，是毋是安尼？哦，啊你若写一簿啊，啊这个证据充分啊，倒一个袂，吼、哦，都绝对诶，算安尼，都有一挂算讲图片诶一挂现象啊。那么，你根据徐炳强所寄诶这个报告书以及着备忘录，91年3月间，那么国安密销。伊个即个案，经媒体来报道了后，吼、哦，披露了后就对了，吼、哦，就揭露了，吼、哦，揭露了后，那么为应付国安局查销，徐炳强甲前国安局长，吼、哦，即、这个姓殷的殷宗文，吼、哦，那么当时伫个刘太英陪同之下，到李登辉大开。诶，这个大个所在啊来面报了，对了，哦，会当认定讲你个老个对洪天专案基金奠基情形知影真详细了。那么律师第讲啦，浪费司法的资源啦，相讲个，都郭立雄讲个啊，相讲。那么郭立雄咧讲啦，特侦组伊个这个上诉理由哦，出于推测啦。无具体的这个事情啦，由于甲一审起诉的时阵推论同款啦，原审判决已经不予支持啊啦，哦，那么徐炳强伊的这个备忘录，原审已经视为讲有利李前总统伊的这个证据，那么特侦组
搁再强加解说，以及着用为上述。那么逻辑，互人无法度通理解啦，吼、哦、逻辑啦，无法度通理解，吼、哦、啊，这是欲加之罪就对啦，吼、哦，何患无事啦，吼、哦，无处就对啦，吼、哦。不过法院顶个月做出无罪判决的时阵，曾经质疑检方推论李登辉触法，缺乏着这个直接证据。合议庭还佫认为讲，检方敢若凭这个润泰集团总裁余艳娘为老太婴的所在听来的这个证言，就推论李登辉主导这个代志。并不合理啦，加上迄阵安尼啊，涉及这个案件，吼、哦，啊，那么，诶，这个市的市兵强曾经互判无罪判决，当年，这个检察官认定讲李登辉只知影外交部要限款予国安局。唔知影讲金元南非伊个这个公案金流啦，但是特侦组伫个本案内面用同款一份的这个事情，却逆转起诉你啦。哦，这是有关这个台北地方法院顶个月做出判决无罪，伊个这个理由是安尼讲的啦。这是有关。李登辉被判无罪，特侦组啊，伊个再上诉，提供大家啊，那么思考了哈。咱就讲到这结束，期待下回同这个网络同这时间继续收看。啊，无所不谈，再见，拜拜。什么是事